白子画，今生我从未后悔过。可是，若能再重来一次，我再也不要爱上。子画，你命中还有一劫，险而又险。若不能安然度过此劫，便会万劫不复。此劫名为生死劫，生死劫非灾非难，说小鬼为长是一个人。为什么小小长留？因为此劫在我，与他又有何错？小鬼只想留在长留做尊上的徒弟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收你为徒。他曾能毫发无损，这是好说话。他三生时，他叫断念劫。断念啊断念，尊上是让我断了回长留的念头吗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长留上仙白子画的徒弟了。我白子画，此生只收一个徒弟。叫师父了，拜见师父。师父可不可以每天出一小会儿的功夫陪小谷吃个饭？你看小谷都饿瘦了。好吧。师父，你喜欢安静，以后这些活全部由小谷一个人来做吧，自己亲手收拾的才有家的感觉啊。师父，我昨天不是故意要偷看你洗澡的，我只是想在练习官位的时候看看你在做什么。花千里，我的桂花伤悲，合的是情深，你竟然能闻到他的味，说明你已经动情。情竟然可动到你是不是生，你仅仅只是大逆不道，不可如此。你真的动情吗？我没有动情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好痛啊！我不应该对师父动情，可是我越想忘记，却越是放不下。与其想那么多，纠结痛苦，不如把这份感情深埋于心里，好好珍惜跟师父在一起的每一刻。可是动了心，真的那么容易放下吗？你从来没花白子画，纯粹的当师父去看待，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。是，但是我只想做师父永远的徒弟。从你一开始就答应你，问我如果可以让我陪在师父身边，那我宁可永远都不要长大。小五，师父希望你做一个简单而快乐的女孩。如果我不是你的徒弟，不，你想要娶我，你永远都是我的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，因为你画的是他，所以舍不得烧掉。师父，不可以，我与你的毒是没有办法克戒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收集其他的九方神器来让颜水玉复合归位，只要能救师父，小谷做什么都愿意。师父对不起，我现在用最高的禁术将你体内的洪荒之力封住，若有一天我再控制住你身上的力量，师父便会受到反噬。你犯下的错，师父与你一起承担。为何偷盗神器，导致妖神出世？上诛仙柱，定霄魂钉，立刻执行。皆是为了师父，已经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，余下这又是四根销魂钉，由我来承受。如果一些时间一开始就注定是错的，那么就无法挽回。这是绝情池的水，没有和其他水混合稀释。霸天谷，即日起流放蛮荒，永不召回。人世几回生往事，深信已久。
身上这101件17个窟窿，满身疤痕，都是拜你所赐。断念一残，功名一毁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师徒恩断义绝。绝情是谁？你是爱我的。你从不相信，一直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既然如此，师父陪你一块死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一起死？白子华，我以人的名义诅咒你，今生今世，永生永世，不老不死，不生不灭。以前我是为长流而活，现在我只想为他而活。